男星马俊麟帅气又高挑的外形让他令人印象深刻，加上演出名是八点档《大时代》中深情男角孙焕然，和王童搭档成为青梅竹马，让他人气更是高到不行。前阵子马俊麟妻子顺利生下双胞胎儿子星星圆圆，近20天后一家人终于一起亮相了。图片取自脸书马俊麟 Mars， 两个可爱男娃乍看之下几乎一模一样。当爸爸马俊麟被问到怎么分辨两个儿子呢，他幽默表示哥哥就像是天生自带发片一样，头发乌黑亮丽，至于弟弟则是有一双迷人的大眼睛，但相对头发就没有哥哥那么抢眼，发量相对稀少，直呼外形其实差异很大。马俊麟不忘赞叹辛苦生孩子的老婆，尤其生完小孩后还得花大量的时间心力来细心照顾。老婆梁敏婷表示独自在应对两个出生宝宝时的确偶尔会感到无助，但因为老公马俊麟常常忙于拍戏不在家，所有辛苦只能往肚里吞，让自己尽量独立。以上图片取自自由时报。马俊麟更开玩笑说自己平常当演员拍戏时间长，还得花很多功夫在背台词揣摩角色，还先跟老婆打预防针，告诉她如果要照顾千万不要算我哦。当然这样的反应直接被老婆白眼反驳，回击一句一定要算你一份，哪有那么好的事，夫妻互动俏皮又可爱。除此之外，根据《自由时报》报道，当初马俊麟老婆还单身时，曾到罗马旅游时许愿，希望自己未来能遇到一个好对象。没想到在台湾念书时便遇到了马俊麟，也成为了现在的老公。事后马俊麟知道更夸赞自己就是正缘，更表示等自己的工作忙到一个段落后，要带老婆回到罗马还愿，感谢命运赐予彼此一份如此美好的归宿。以上图片取自脸书马俊麟 Mars， 真是可爱的一家人，看着他们开心，自己的心情也会跟着好。